大家好，我是黑鬼啊。今天呢又是小资女上身，那是因为有一天我们家猫星人呢，他在网络上就是逛，看到呢有超便宜的洗衣精，好像是什么2300公升哦、喔。2300公升也太多了吧？2300，2.3吨呢？2300cc 好像只要50块。然后呢，它唯一一点不一样就是，我们要自己带瓶子。然后因为刚好我们之前在 Costco 买的环保洗衣精用完了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要来实际的来去采访一下，采访谁啊？我今天就要来实际的来给你们看，让你们知道到底有多便宜、多环保。我想吃。Go！ 到了。这是金门街板桥区，但其实它就在树林啊。加倍节小苏打洗衣精补充包，然后它上面还告诉你它是提供加倍节的，然后产品的特色，1000cc 只要30元哦，所以是1000cc 30元。他们这边呢也会有干净的空瓶，上面也会写好是几公升，然后提供给大家使用这样子，大家也太有爱心了吧，真的是一起爱地球。然后操作方式呢，放进去对好，投钱，按子启动，拿出来，然后还有5元而已。这期最便宜应该就是这个没错吧？然后它也会有容量，小苏打洗衣机1公升30元，好便宜。所以这个树林店，就算它地址是板桥区的样子啊，它好像没有那个2300cc， 然后50块的，但是呢，它就是1000cc， 然后只要30。那我们这个大约是5公升多，所以我们可以买5000cc。开始，第一栋打开来，要对准的，不然会外漏。然后掏钱，到最后加到5公升你也拿不动。我也是。我们要走到150了。对。150元的，好，站起来，叫我按启动。对，启动。来啦，3、2、1，哇！哇！然后这边就会一直倒数，你的钱几公升要这样没？速度超级快，而且这样子如此的爱地球，然后家里这种空瓶绝对有啊，不要骗人。这样算很便宜耶，因为我们当初这个在 Costco 买好像是3400-4500，就以 Costco 来讲，你算蛮便宜的。然后，但我们现在这样子来买呢，却只要1500块，是150元，超划算的。哎，它这有暂停，是你要换瓶子的话。哦，很方便，很贴心耶。对，有些人可能要换瓶子啊。在启动。因为不一定每个人家都有这么大的盒子。哎，你好聪明哦，来想出来，觉得这很棒呢。我觉得住在这附近的人一点开心，哎呦，停了，它会留好一阵子，然后现在在列印收据，啊，还会有收据，它会有个收据，让你知道你在哪里加了多少钱这样子。身为专业小资女，就是让它留吧。而且他直接提供这个，应该就是大家这个站的站主，他说如果你不想等的话，你就直接把瓶子拿走，让他留到下面有收集槽，他说他会定期来清理。然后瓶口这种露出来的加名，你就可以把它拿抹布。露出来的加名，洗衣精，真的是省钱环保小资女的最爱。然后呢，你们以为今天这影片就这样子吗？就好像有些人会觉得啊，可是如果我住比较远，特别要我跑到树林这边来买这个，我觉得那个 CP 值就不符合，我可不可以有油钱啊，我也要花时间啊。那我就建议大家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来跟着我看下去，我帮大家安排一个一整套的行程，又省钱环保，然后呢又能来逛到树林超有名的星人花园夜市。希望呢有多这个行程，可以让有些人觉得环保小资爱地球的洗衣精之外呢，又还可以来这里吃吃喝喝这样。它是北台湾最大合法的观光夜市，占地是1万5千平，然后700个摊位，然后你们看，然后听说呢它最厉害的就是它连下雨天也能来，因为它好像有做好很多设施，所以呢下雨天也是可以来这里逛。现在来到这一区呢，就是传说中的小吃区。啊，我们看它上面分类很清楚，美食、欢乐、服饰、精品、厕所，什么都有。啊，这里网友说很好，就是呢，他们的路都很大，所以逛起来呢就很舒适。啊，这一区呢都是比较坐着吃东西的。啊，这边就是小朋友玩的。那后面呢，就是也有卖一些服饰饰品的。到了我最爱的鸟蛋达人。
好的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希望大家可以买到很便宜的洗衣精呢，然后同时又环保，然后呢又可以来树里这边逛逛我们的新人夜市，希望大家呢一起环保爱地球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台尬好，我是阿琴妈，喜欢黑鬼油频道请按赞分享留言，记得再拉个铃铛哦。新木鱼安子说新年快乐。